听戏、看戏、说戏、学戏。星期戏曲广播会，周周有戏。今天演出的内容是江浙沪滑稽大会串，江浙沪三地滑稽演员欢聚一堂同台演出，已经是久违了的事了。今天既是大会串，又是大展示、大交流，对于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次大的享受。好，我们就以一曲脍炙人口的上海说唱《金陵塔》来拉开我们今天笑的盛会的序幕，由上海滑稽团最年轻一代的演员们共同演唱，掌声响起。等顶懂令顶，雨打金陵。
盘盘姓管，东盘盘盘盘管，十里那块豆腐馆，西盘盘管盘管，十里弄个萝卜馆，东盘盘盘盘管，十里那块豆腐馆，要门西盘盘了管盘管，豆腐馆条萝卜馆，西盘盘了管盘管，十里那个萝卜馆，不肯调不东盘盘了盘盘管了萝卜馆条豆腐馆，东盘盘西盘盘盘盘管，管盘管豆腐馆。老不管，东盘管，盘盘管，豆腐馆调老不管，西盘管，管盘管，老不管调豆腐馆，东盘管了，西盘管了，盘盘管了，管盘管了，豆腐馆了，老不管了，东盘管了，盘盘管了，豆腐馆调老不管了，西盘管了，管盘管了，老不管调豆腐馆，东盘管了，西盘管了，盘盘管了，管盘管了，豆腐馆了，老不管了，东盘管了，盘盘管了，豆腐馆调老不管了，西盘管了，管盘管了，老不管调豆腐馆，弄到最后谁不管。遇到心灵最甜最甜，滑稽戏的基本功，这些女孩子，都是八零九零后的，应该是九零后。
我想啊，他们要学唱金陵塔不容易，不过呢，他们小的时候个个都会唱歌，这是一定的。对，说起唱歌，哎，小雅，哎，我发现现在歌曲的名字啊特别有意思。哦，说说看。比方说，王菲有首歌《如果你是假的》，对的。邓丽君有首歌《假如我是真的》，哎，哎，萧正楠有首歌叫《假如你是假的》，哦，像纽扣令。嗯，还有呢，成龙一首歌是《我是谁》，张朗一首歌是《忘了我是谁》。蔡依林对有首歌是你是谁，许志安一首歌忘了你是谁，搞脑筋，很搞脑筋的。对，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嗯，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平时在卡拉 OK 都点什么歌，不妨来看一看我们下面这档节目。对的，那么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两位年轻演员潘婷和梁雪为大家带来的是 K 歌之王独角戏，我们掌声欢迎。上海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够代表行我把大家带上阿拉节目。对呀、啊。阿拉呢属于去年的小生。是呀、啊。到搿搭来呢属于学习来的。对。希望大家呢，大家多多做出指导，提出批评，谢谢大家。谢谢。潘婷啊，哎，侬晓得伐？作为一名曲艺演员，嗯，样样侪要学，样样侪要会。样样侪要研究。讲得对，最近我就在那学习唱歌。唱歌啊！哎，唱歌还要学个、啊。哎呦，唱歌要学个么子多嘞。真的啊？啊、嗯，搿是蛮结棍的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是什么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就是个人。我，中国人，你又不是外星人了。都讲脱，我当然是个人了。对呀、啊。但是我不是一般的人。那你是二般的人。我不是平常的人，那你是反常的人。哎，我到底啥人侬晓得吧？我到底啥人我哪能晓得呢？不晓得我告诉侬。侬讲好嘞。我哎，就是大名鼎鼎的什么歌王？歌王啊？对。和大家听听，不要面孔哦。啥讲？哎，刚年纪刚轻，侬就是歌王啊？对呀、啊。不要搞嘞。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唱歌有我自己的风格。你有自己的风格，对，不是模仿。我跟你讲，你还别说啊，如果你是歌王的话，那我就是王中王。哦，原来侬就是王中王。对的。火腿肠。火腿肠。一块钱一根。不是吃的。啥么子？我这个王中王是专门负责管理那歌王的头头。哎呦，口气还不小哎。比你厉害多了。侬不要吹牛。我没吹牛呀。要不这样好了，今天我们当着大家的面来个比赛。这哪能比法呢？老简单的，我唱一句，侬跟一句；我唱到哪里，侬要跟到哪里。这太比当了呀。比当啊！嗯，来开始啊。开始好了呀。我第一首歌就把你拿下。哎呦，你第一首歌就想把我拿下？当然。告诉侬，我是重量级，你拿不下的。跟我就拿。开始好了。来，呜哒啦呜哒啦呜哒啦，韩国歌曲，呜哒啦呜，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主题曲。卡哒哩卡哒哩，阿依嘟的，呜哒啦呜哒啦呜。你当我驴啊？谁当你驴了呀？你鱼干嘛啦？哦哟，我微微叫了两声，侬一眼反应也没，我只好鱼拿侬杀臭杀捞了呀！你不要打扰我。怎么了？多好听啊，韩语歌是吧？我知道韩语歌，韩语歌也不是这么唱的呀。啥啦？苦哒啦，苦哒啦，苦哒啦哒哒的呀！哎呀，吃啥没文化的苦啊！我晓不晓得？哎，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侬不要唱各种歌曲好不啦？听不懂子。侬等我比赛啊，就来点难度大一点的。难度大一点。哎，侬不要急呀。我往中往呀。来来。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这才叫比赛。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坐坐坐坐，我们唱好了，忘怀。好了。没完了你还啥听得喊我做啥啦唱歌嘛就唱歌是吧扭来扭去的干嘛呀什么扭来扭去懂啊不懂的
你歌王只能唱唱歌啊，我王中王不但能唱歌，而且还能跳舞，能歌善舞，你知道吗？啥侬干内裤不要跳了好吧？啥个叫内裤？关键侬搿只歌太简单了呀。简单吗？搿只歌我30年前就会唱了。三十年前。侬今年几岁啊？31岁。哎呦，1岁就会唱歌了，哼。1岁谁会唱歌？我是说我1岁的时候，我妈妈她抱着我，对着我唱的。搿侬要讲清楚。那当时搿能介个。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做啥侬啊？我没做啥呀。看我有啊侬啊？啥人看个侬搿种地沟油？要么侬地沟油？我意思太简单了。再来，稍微难一眼。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老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傻大大你那个开花哟，红的艳艳个呀，毛主席领导咱大家上来。侬有毛病啊侬？做啥了侬啊？来，把捡那个低的全部唱上光，高音让我来唱。哎呦，你不是王中王吗？王中王一定要做吊色句啊。对的，王中王你就应该吊上去。一定要掉的，行不行？不行，你可以认输。王中王从来不会认输的。跟侬来，掉就掉嘛，掉死他侬。妈，妈，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一下，是不是？哎，侬还没唱了呀？有了你们的掌声，我底气就足了。听好了啊，妈，猫来了，猫。毛主席呀，领导咱。真的没想到，这个细胖子声音嘎高。就是讲，我跟这细胖啥人细胖子啊？侬是蛮胖。胖归胖，侬不要显得嘎个细字，好吧？反正就夸你唱得好。好，不能急着来呀。再来，来。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太熟悉了。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流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一粒河水翻波浪，灌溉着牧场和农庄。边防战士驻守在河岸上，哎，来往的人们喜洋洋。哎，边防战士驻守在河岸上，哎，来往的人们喜洋洋。呀可呀可惜耶，什么呀可惜呀，大姑娘的苹果呀可惜呀，呀可呀可惜耶，什么呀可惜呀，大姑娘的苹果。啥天哪，侬问你哪能搿能样子？我哪能样子了？侬唱啥么子呢？我没唱啥么子。侬再唱一遍。唱不就唱好了呀。呀可呀可惜耶，什么呀可惜呀，大姑娘的苹果呀可惜呀。听到吧，听到吧，大哥啊。啥么子？大，哎，我想不通嘞。啊？侬哪能专门盯着人家大姑娘搿个地方看？介好看啊？啥么子？啊，不对呀。啥么子啦？苹果。苹果，大姑娘的苹果呀可惜呀。苹果。对呀。屁股哦，错不多，这个错不多，面积特别交关，好吧？哎，我要管我呀，哪能不管侬啊？要管侬，我口齿不清，我口齿不清，我唱得很清楚了，是你自己没听到，好不好？我怎么了？那是你的不对呀、啊。我能等我比赛了，唱啥个歌曲啊？要难度没难度，要深度没深度，要高度没高度啊？侬要几度？顶起么52度了，那、哦、是吃老酒啊。我晓得个，侬个难度是吧？对个难度，哎呦，我唱不出来歌曲。有个，太简单了。等了，侬来呀。我
啊侬啊？我再唱下去，我弹也唱给侬看嘞。去你！谢谢。谢。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杭州滑稽剧院副院长董奇峰，掌声送给他。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夏家。董奇峰呢，其实呢也是一个在浙江杭州地区特别有名的青年滑稽演员。嗯，谢谢。上一次我们到杭华去邀请他们来上海演出事宜，中午呢，他们刘院长刘晓生啊请我们吃饭，到了饭店，厨师、服务员、经理，哇，举翁过来，我吓一跳呀！一看，侪来了看伊哦，和伊握手，差一步，用心了不得了。仔细一打听，小董在杭州电视台主持一档非常火红的电视节目，是著名的主持人哎。哎呦，不够不够不够，名气响了不得了。其实上海的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因为我老早阿拉先生老娘舅的辰光，我也参与上海。有只角色叫丑妖戏哦，伊拉西山已经露出来了，啥人？老娘舅，老娘舅李九松，他的师傅李九松。哎呀，师傅师傅，真像父亲啊！是像自家对这个女子侠气关爱。对对对，每次小董，我记得上一次参加我们新戏曲广播会，就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他的师傅李九松一直在后台在那侧目看伊演出。比伊上台还要紧张，你比我紧张，比侬紧张。伊放空了，我辣台浪向扛住的。对呀、啊，谢谢新老师。听讲师娘下喜欢喜侬，师娘今朝帮弟弟等了海了，一直喊侬乖儿子个，对吧？像儿子一样。谢谢。好，我们请这个董院长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杭华啊、哦，近年来取得的在这个、演戏方面、出人方面一些成就。谢谢新老师。其实今天到舞台上来，我们到上海来是来学习的。今天在舞台上演出的也是我们70后80后的中青年的演员，因为杭华到今年刚刚60年，因为60年其实在杭华的历史上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老艺术家老演员，像吴九高老师、君云爱、王半飞、王尚伯、周志华、吕孝生、小芳瑟、沈一平等等等等。杭华的这个60年有很多的一些代表的一些剧目，像这个汪仁戏，像上海小姐，像这个七十年代网咖，妈妈不要哭，爆炸音乐会等等等等，交关，我估计交关戏迷朋友侪晓得。阿拉现场的交关观众朋友侪详细熟悉。我倒非常感谢，要感谢我们主办方，搭了这个平台，让我们交流、学习、沟通。因为说到底，我们江浙沪滑稽界毕竟还是一家人，所以这个活动应该多举行。谢谢。那么今天呢，你们带来了两档节目，就刚刚有一档，一档是独角戏，也是年轻演员，还有档是年轻演员。好，待会儿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关注我们杭华青年演员的精彩表演。好，谢谢，谢谢新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静英，为大家表演的是上海说唱《深城八景》，掌声响起。新上海，新北京，它是海上新名片，是不是几十年？
去得意啊去浦东开发跨日飞金毛大厦地是他沙冲云雪几百米旅游观光有地铁到半个上海在眼里旁边还有四座馆高高朝天有啥意淮海路旁边新天地上海里弄有个地保留原来石库门么理想烧烧做改变老兵新旧翻花样么品出别样新滋味既传统又时尚两代结为一体新上海新北京它是海上新名片城市几十年年新生生北京美之意文么地么人么用说在一起创造文明新基地此次才有算过的呀星空是一把手剑，那上面还有天文台，监狱光绪24年，造得早，规模大，齐心合力，搞科研嘞，哎研嘞，哎研嘞，哎。小景色宜，水天一色碧波清，湖水清澈望到底。旁边还有朱家角，顺便也要去一去。深城处处有美景，最美要数新八景。外滩城中是美景，豫园雅韵是美景，摩天揽胜是美景，旧里新辉是美景，十里霓虹是美景，蛇山石翠是美景，风景寻画是美景，定湖环秀是美景，天更蓝水更清，赞美上海新美景。昨日上海更美丽，谢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苏州滑稽剧团团长陈其浩，掌声送给他。陈团长好。我们的上海的观众都知道，苏州滑稽剧团在我们江浙沪一带名气很响，以高产多产作品而著称，经常是大
戏好戏连台啊，大戏好戏不断。我们苏州市话剧剧团呢，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始终是坚持出人出戏出精品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从上个世纪的家喻户晓的小小德月楼啊，满意小小德月楼对个，满意不满意？看够了，朋友们，看够了的，看够了。然后到近几年的，就是快乐的黄帽子，一二三起步走，青春跑道，路灯下的宝贝，路灯下的宝贝，还有传统剧目，就是那个前都招求雨，还有到现在的顾家骂，这么多走一路走来，我们始终是坚持现实题材的就创作和演出。你看、观众朋友都在议论纷纷，侬刚刚得在看过吧？而且呢，他们还这些剧目还获过很多奖，比方说啊，获得过五个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三个国家的精品剧目奖，还有两个是国家级的保留剧目。他们不仅是出戏，还出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顾老师，顾老师，张鹤景老师，对。两朵，就话剧界的两朵梅花，都出在我们苏州话剧剧团。张鹤景老师是第一朵话剧界的梅花，那顾湘老师还要三度获得梅花奖，三度大奖，对对，梅花大奖，梅花大奖获得者。而且呢，我们这个苏州话剧剧团和我们新津戏剧广播会特别有缘分啊，多次来我们这个舞台来参演。对，那个新戏会啊成立30周年，那么我应该说几句。首先呢，是我代表我们苏州市话剧剧团对新戏会开播30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那么新戏会啊一路走来，和大家广大的观众朋友呢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么和我们苏华呢也有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在创作的这么多400多个大戏小戏小品，有很多的作品都是通过新戏会这么一个平台来展现给各位观众，来传播给各位听众，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来丰富我们滑稽戏的这么一个渠道，来展现我们苏州滑稽戏的一个独特的魅力，独特的魅力。 对。那么除了顾湘老师、张鹤景老师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以外，他们的青年演员也给我们上海观众带来了新节目。接下来是什么节目呢？对，接下来呢是那个小品鞋。鞋，对，就是阿兹阿兹阿兹阿拉阿拉阿拉媒体咋个上海人叫阿鞋。然后那个这些小品呢都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新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带着一个学习的一个心态来到上海这么一个大的舞台，那么可能会不太成熟，那么待会的演出呢也请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那么那个小品当中呢，四位那个青年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剧团目前的一些骨干、对，中坚力量，中坚力量。然后嘛，其中朱雪燕呢是我们顾湘老师的学生。哦，顾湘老师的学生。对。还有我们浦江呢是我们张鹤景老师的学生。哦，张鹤景老师的学生。他们目前呢是在很多的剧目当中的担任主角了。主角。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同时也请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好，我们响起热烈掌声，观看他们的精彩表演。那么最后我再说一句，再说一句，祝愿我们新戏会接下来的人气越来越旺，好吧？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陈团长。
干啥嘞？车上有小偷。啊！醒醒呀！哎呀，干什么了？哎呀哎，你这个人呢、哦，好讨厌，好讨厌了、哎！我刚刚在跟一个漂亮的美眉在一起，哇塞，那个美眉长得林志玲的身材，范冰冰的皮肤，尤其是那张脸哈、哦，凤姐一样。哎呀，全被你打乱了啦！你不要做白日梦了。哎车上有小偷，啊！哎嘿嘿，你偷了点东西了？我一双鞋不见了呀！俺的娘哎！这火车上还有人偷鞋？就是啊。嗯、哎呀！喂喂喂喂喂！什么空手、啊？你那双鞋值多少钱啦？我这双鞋好贵好贵的。多少了？20块。喂喂喂喂喂！哎呀，你个哥在的！也太光吃20块洋钱反倒这个，你这个人你干嘛了？你不要人工降雨好不好？喂喂喂喂喂，这个贼啊，很没有档次啊！真是，哎呀，干啥嘞？哎呀，你干嘛嘛？待不住啊，不是我玩，是大玩。我的皮鞋也不见了啦！也是嘞，修个哈子不见了啊！这可怎么办？哎呦，大哥啊，咱们是难兄难弟啊！不，啊，我们是难兄难妹。哎呦，表妹啊，表哥，我跟你档期不一样。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哎呀，我跟你档期不一样了。哎，我那双皮鞋哦，是意大利进口鳄鱼皮的啦。哎呦，买怪个要反补款的。哎，那我是小巫见大巫了啊。好嘞，好嘞。这双皮鞋值多少钱没有关系，关键的关键，俺们这个火车啊，马上要开到东北，数九寒天，你们俩没有鞋，怎么下火车嘞？就是呀，现在这个小偷啊，太不讲职业道德了。快找那个乘警去报案。啊，报恶？啊，你那做梦的，是呀呀，老早些误出个了。我告诉你们了。我真是倒霉透了，哎，飞机买不到机票，火车买不到卧铺，还碰见你们这群倒霉鬼，哇塞，还有一个不男不女的呀，我倒霉死了，真是，哎呀，哎，嗯，大哥啊。兄弟啊，帮个忙，把你这双鞋子借我穿下，我想上厕所。你要叫我个哈子啊？哎，可以吧？谢谢你啊。但是，哎呦喂，要用这个东西来说我的话啊，用一万，哎，也不快。你抢劫啊你啊？屌无事，有本事根本你去咬死。我今天我咬就咬，喂喂喂，表妹啦，不要让他再吹下去，100块毛毛雨啦，喂，再吹下去我也要尿裤子啦，我给你就是啦，100块，你老早说啥？小老弟，给，拿去用。啊！喂，你这点我过了带过一的碗，要你擦一擦的。这位大哥发这么大的火嘞，俺把这个鞋子借给这个小老弟，不收钱，拿去用，尽管用。大姐啊，你这双是新鞋子，我不好意思的啊。这双鞋是俺给俺孩子他爸买的，尽管用，不用客气啊，不收钱。谢谢你啊。哎呀，快点去吧，不要客气了。瞧瞧你，再瞧瞧人家大姐，一点不像个男人。哎呦，果然嘞，你想恶人的吧？
嘎金子两张加这一路的到他库去吧。还有你，哦哟，来福我哥来了不？这位大哥啊，出门在外大家都不容易，这位小老弟都要尿裤子了，你还要诈他的钱，你也太不像话了。哎呀，我说你一张嘴巴子喳喳喳喳喳，还说的吗？哎呀，我告诉你们啊，哎，现在啊，商品社会就要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办事情的啦。哟，这位大哥，那照你这么说，俺借给他鞋不收钱，都是俺的错了。哎，你们大家都评评理，俺借给他鞋不收钱，是不是俺的错？喂喂喂，好了嘞，好了嘞，好了嘞，讲话嘞。说你来风我哥嘞，你有劲啥个嘞？这这这这这，要一讲的吧？你们大伙看看嘞，看看。好了嘞，有空啊，那两张木头的那洗洗吧啊。洗了洗了，苍蝇采蜜，你装什么疯了？烦到这个。现在的人不晓得都在想什么东西。哎，王老师，哎呀，天哪！小姐，哎，小姐，小姐啦！都快了呀！你叫小姐们要到亚中外观，你看你是猴厨娘啊！你搞什么飞机了？我在叫你隔壁那个小姐。要死了，可以怂的。小姐哈，俺不叫小姐，叫俺农民工。啊，好，农民工啊，这样子，你那双鞋啊，卖给我，那、啊、多少钱呢？你说，我告诉你啊，我不差钱的喽。俺的娘哎，这么多钱嘞？毛毛雨啦。对不起，老板，俺不是闲贩子，这鞋俺不卖。哇塞，喂，这个农民工好有个性啊。哎，我告诉你一句话，叫有钱能洗鬼推磨，但是我相信有钱能洗磨推鬼。谁卖鞋？老板，我买，我买本家。你的鞋在哪里？你看啥？哪？你是说把你脚上这双鞋卖给我？呆了，脱鞋。钞票弄够了，哼，那、好个，你不快，碰到你个乖的，你不快能修马本事了。喂喂喂喂，那你想要多少了？五千。多少？五千。你一双破鞋要五千块，你要打劫了？破鞋？你才破鞋了！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肯出血，我擦脚我搓；你不肯出血，你擦脚我搓。你试试看拿，啊！哎呀，这……我说多快的呀！你是第一次到东部去吧？啊，是了。嘿，东部我是经常去的。啊，你晓得第二个叫东部吧？什么叫东北啦？当地本事听听，东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修港这个东部的风啊，它不是一般性的风啊，热到这不得了啊，是今天的西伯利亚风啊！不要呜了，吸到你个家呀！修养一步步的小刀。弄你这海子家吃得像海鸡家，两千块，我外人说我的哇。此次风是小意思啊，碰到落雪你就扯了。天娘落斗雪，地娘结冰啊，令我死死的啊。你这海子家打了冰呀、啊，三千块，五千块，烧一个铜板发马钱。成交了，好了，爽快的，来一手交钱，一手交哈子。哎呦，老板，哎，
俺这里有双新鞋，俺买给你嘞。新的，俺是新皮鞋。喂，好给不当当，死哥！我姑带好估计老了，来买我。老板，他是旧鞋，俺是新鞋，买俺的。买我干。要不要吵了你？死开！要死叫我死开嘞。老板，来，俺是新鞋。他是旧鞋，新鞋好了，买俺的，买你的了，买俺的。嘿嘿嘿，都快的呀，打了几浪，浪得饱。是了是了，上来说无子，上来撒。哎呀，果然你怂当这个，你叫你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啊！哎呀，是呀，误会了，误会了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是名牌鞋，哦，名牌鞋。他那个是杂牌鞋，杂牌鞋。买我的鞋。老板，俺这个是新鞋，他是旧鞋，买俺的。买我的。买俺的。买我的呀！不要吵了啦！哎，有了新鞋子，谁还要你的破鞋了？我们当然是买他的啦。买的，你要买他的鞋。是啦是啦。不买我的鞋。是啦。死我去！哎呦，真的痛的，翻脸不认人了。老板，给钱给你，鞋给我啊。老板，干什么？俺这双鞋5000块不卖。那你想要多少了？俺这双鞋是100块买的，就卖给你100块。啊，100块？得快点，分期来个了。上来说无事，上来，来，我跟你说啊，赵本山的卖拐的小品看过没有？卖过，啊，看过吧？看过了。赵本山，东北人，大忽悠，他山东人，小忽悠，当心上当哦！上当？嗯，香香，香，一双旧鞋5000块，明码标价。一双新鞋100块，一分不赚。香香，卖拐，宰你；卖车，宰你；卖鞋，宰死你！哇塞，有钱也怕大忽悠了。现在你想通了嘞？是了是了。买谁的鞋？你了。死我去！哎嗯嗯，外里打个生意啥？哦，是了是了。那个，大妹姐哈，这个鞋我没有穿过，还给你。这个钱还给我，哎，谢谢。老板，来来来，俺这个新鞋卖100块。现在的人呐，看都看不懂喽。大哥，你怎么能穿他的鞋子呢？啊，你也要上厕所啊？哎呀，你应该穿那位大姐的鞋子。喂，表妹啊，这双鞋啊，我已经买下了。什么？你多少买的？可几万？5000块，10万了。太不可思议了！各位旅客，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就要到了，请准备下车。各位旅客，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就要到了，请准备下车。各位啊，我先走一步，拜拜。哎，赚钞票先要动脑筋，游戏就是硬道理哦。哎呀，再见啊，大姐，不要走啊，我还你鞋子呢。小老弟，啊，这双拖鞋送给你了，啊，再见。哎，大姐，大姐，大姐！今天这个事情好稀奇啊！丢鞋子的有鞋穿，没丢鞋子的要光脚。一双旧鞋卖了5000块，新鞋白送，不要钱的，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的啊！再见。哎。
呦，不对，方向搞错了，我啊才不会踩着他们的脚印走路呢。这位，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太多的优秀品质了。你看啊，懂得哄老婆，懂得做家务，懂得持家理财，懂得理财没份，持家理财啊，这财要交上去呀、啊。懂得爱岗敬业，懂得孝敬父母。所以说啊，上海男人基本上就是好男人的代名词。所以现在有个趋势啊，姑娘们要嫁就嫁上海好男人，嗯，绝对是百依百顺，对，绝对是服从命令，对，哎，而且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不是上海好男人怕老婆吗？哎呀，怕老婆也是上海好男人一大优点。对，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两位上海好男人，我们上海话剧团的著名小星钱程和王慧琳，为大家带来独角戏《好男人》。掌声响起。时光为三十周年，真的是值得祝贺啊！大庆啊！因为我也是等于是时光会的同龄人。哦。我进团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搿搭正好是三十周年大庆。哦。也是同龄人。同龄人，同龄人。哎，但侬看来了，侬要后生交关。是呀。哎，阿拉学艺已经是讲句老实话，进这个门三十一年了。不是，侬妹妹。侬哪能会得我比侬年纪轻个啦？侬是后生呀！我哪能后生呢？我年龄好就比侬大了，我哪能会得比侬年纪轻个呢？侬几岁啦？侬几岁啦？我们今年51岁啊！51？哎，我63嘞！63还是比我年纪轻了。后生后生！哎，这个刚啊！侬这个账哪能算不清爽了？那算还没清爽？63岁比51岁年纪轻啊！侬比我后生呀，后生么？哪能算分？哪能算算？我比侬大呀，干嘛来算好吧？侬算呀，算着来是吧？算着可以。脑子好吧？脑子灵光。那阿拉算啊，又不灵笨。哎，侬算，我到侬算啊。哎，侬肯定比我后生。哦，你算。那侬算了5岁、10岁、15、25、30、35、40、45、50、51，啥人出来了？侬出来了，我出来了。嗯，侬来啥地方？我这个辰光好像还寻不着了，还啊？就是讲呀，哎，根本我啥辰光出来呢？侬要拿到50以后，哎，55、60、61、62，那我等一等，侬还不好出来。看侬苦恼，马马虎虎，这手机头掰一掰，63，侬还刚刚出来。哎哟，那看我作业嘛？哦，看我作业了，拿我难板放出来。还是侬比我后生了，我比侬先生出来，对吧？侬隔壁长算得好的。哎，我比侬后生。是呀。侬假是今朝转起的话啦，侬碰上㑚儿子，侬叫㑚儿子叫阿爹。哎，这个账阿拉今朝不算的。伊比侬好叫年纪轻。侬讲侬脑子好，哎，那我再考侬一个问题呢。哪？侬讲侬脑子好，我下头一个问题侬回答得出，搿么说明侬脑子是好的。搿侬啥个问题回答不出呢？请问侬啊，阿拉整个地球一共有多少人？请侬回答。这个问题真简单了，最近刚刚统计过，地球有的70亿人。不对个，哪哪？据我考证，憨不拉当一塌瓜子，2个人。不对个，今朝赛事我侬看到吧，也不止2个人来了。我一讲2个人，我都才是聪明人。哪哪？微信一笑啊，我讲这个2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就是女人。侬这闲话多讲脱个，本身世界就是男人得之女人做人工啊。哎，但是男人得之女人当中还分2种人。哪能分法？一种是好人，还有一种是坏人。那这个闲话我听不懂啦。男人得之女人还比较好分。嗯。譬方讲，这个人跑到男厕所。肯定是男人，这个人跑到女厕所，肯定是女人。哦，侬是这能分啊？哎，跑男厕所嘛男人，哎，跑女厕所嘛女人。对。那么今朝这个人不上厕所，伊是啥个人？要么不是人啊？哎，那么
不操劳的人，好人坏人哪能分分呢？凭眼睛看啊！哪能看法？啊，像那个种面孔啊，天庭饱满地，各方有，割脱两只耳朵，像一只汤头，好人面孔，大家懂没有吧？啊，哦，好人面孔，侬们是好人面孔，好人面孔。搿么侬看看我搿只面孔呢？侬一看就晓得，好人，坏人面孔。哪能阿到我辈是坏人了啦？这个不是阿呀，啊，群众眼睛雪亮呀。哪哪，大家看呀，啊，阿拉王桂林老师，嗯，两只眼珠子几乎有特点呀，有神啊，压了镜片后头，嗯，咕噜噜，咕噜噜，了了转啊，转法转法，经常往人多的地方嘎发嘎发，嘎发嘎发，手么来人家台台里向么模仿模仿。侬当我是偷皮革子个小偷啊？耶，侬不是有这个业余爱好吗？侬搞啥啦？在座观众侪晓得个，王桂林是老老实实个老好人，这个等侬打打牌啊。哎，但是侬不好否认啊，现在社会上偷么子个坏人还是有啊。真的有偷么子个坏人啊？有一天子夜头，我演出结束回去了啊，刚刚跑到龙塘口，只听到龙塘底有个人来叫：“捉小偷，捉小偷！”侬碰着小偷了？只看见一个人哦，哎呦，八米冲刺个速度，蹦出来，肯定是小偷。我说墙壁上一贴一贴，等到伊蹦到我面前，我拿手一伸，拿小偷捉牢，拿伊放过去。应该捉牢伊呀！搿侬勿懂，阿拉辣辣做好人，做好人应该捉坏人啊！那我讲侬勿懂啊！哎，侬想，伊呢是小偷，小偷啊，好吧，侬拿伊捉进去，哎，那么他呢判下来5年8年，这个不是逮过人家小偷前途嘛？那你在这个状况讲法的了？再讲了，万一小偷手上有刀呢？有刀么？哪能呢？拉一刀上来，轻在重伤，重在一截起啊！一截起啊！像阿拉搿种人，现在还勿舍得一截起啊！做啥啦？哎，阿拉是精品啊！啊，侬前程哪能现在变精品了啦？啊，跟侬勿晓得啊？现在呢，男士这个根据勿同的年龄来分档次，侬没听说过啊？哪能分法？啊，20岁的男人是赝品。也算是硬品，30岁是正品，正品40岁是精品，50岁是极品，60岁是次品，70岁是废品，80岁高品，哪能变公平了呢？到了屋里向基本上不大懂了。我跟侬讲，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年纪越是大，心情越是开朗，身体越是好。搿倒是个，哎，我讲出来，像侬等侬刚刚等侬一刀起个话，哎，好算烈士啊，烈士啊，哎，烈士卖几钿一块啦？2.6块。侬当伊烈士香着？烈士是崇高荣誉啊！我不懂荣誉，现在市场经济，大家在讲究实惠呢。侬就是成了烈士的话嘛，还有得奖金啊？奖金啊？几亿用为奖？我死掉了，我又拿不得。侬拿不得嘛？拿老婆拿得着呀！哎哎，搿技能上路，搿个底薪了对啦！我牺牲，哎，阿拉老婆拿奖金，对，拿好奖金重新干男人。干好男人，爱好养小人，那我属啥名堂？不知道了。哪能有得看错人的啦？后来那个辰光，又看见一人噔儿蹦出来，肯定是同小偷是一伙啊！我朝墙壁上一贴一贴，等到伊蹦到我面前，哎，我拿手一伸，拿小偷放他，你打落。哎，侬这个趟哪能想着得小偷了？这个忘不得了，做啥？这个阿拉局长啊。哦，是那单位里领导？啊，不是单位啊，屋里的。那屋里的局长啊？啊，老婆呀。哦，那老婆最近提升做局长了，啊？不是局长呀，局长，局部地区长出来的局长。哦哟，那已经怀孕了，怀孕嘛就怀孕了，那叫局长呢。我一把拿了老婆得了，我老婆弄信息啊，冲了西北拆捉小偷啊，万一小偷手上有刀呢？哪能呢？拉一刀上来，轻在重伤，重在要一截起啊！一截起嘛，侬穿上嘞？我哪能穿上？又好重新套女人，又好重新养小人了。侬瞎讲不啦？讲什么？这个是侬做人的逻辑啊！俺老婆讲这个小偷又不好不错的，啥个道理啊？因为这个小偷偷的是俺屋里的么子。哦，原来是哪屋里的么子偷脱了？而且偷这个才是我最欢喜的么子。哎，搿么侬刚好看偷脱个啥么子？一块金表。哎呦，金表10铜钿呀！上趟去肯德基的辰光，伊拉送的。
不是用钞票买的，用钞票买有啊，一只手杆，手杆价值连城啊，十万块地铁上2.5块买的。侬哪能偷偷的么子，侪是不石洞里了？石洞里么子有的。啥么子？小偷偷到我祖祖石洞里一张绳子。哦，张绳子偷的了。我所有积蓄在了里向哇。搿么这个里向一偷多少钞票呢？我也是积蓄，我还不拿到我头上。你呢？我哪有老啊？我有小，我都年轻，我哪能管？我想想的，我还不要玩，我洗洗的拉多了。哎呦，哭是哭得伤心嘞。眼里是一点没，对阿拉有名堂，啥名堂？都叫观哭。来来来来来，侬看看看，这里向绳子是不是侬啊？我来呀，是这，我绳子哪来弄的？我是上海巡警，刚刚个小偷把阿拉捉牢了，侬看看看是不是侬啊？哎呦，巡警同志啊，侬真是好男人啊！哎呦，想弄我就想弄自己啊！哎呦，真的，哎呦，我手好像擦成大白狗。要准备哪呢？想弄弄得那啥嘛不要想，快眼走去看看看，屋里会偷脱个啥么子？你个弄提醒了对，我拉了老婆朝自家屋里向跑，没走出几步，只看到弄堂底有一家人家容易滚滚撒火了。有人家撒火啊？有人家撒火啊？打电话啊？啥人打啊？侬打？关我啥事啊？那个人还是有眼黑气劲啊？耶，那能干自私的了？我自私啊！阿拉搿种人真叫勿自私了啊！那虽然阿拉没亲自去救火，对吧？但是阿拉照样打电话叫消防队来救火。又不是拿屋里着火，侬打啥个电话呢？那电话不好不打啊？啥道理啊？因为是阿拉屋里着火啊。侬非要拿屋里着火了，侬肯打搿只电话？跟馒头吃到菲律宾，我都弄。哪能会得着火啊？老婆辣躺衣裳，看见小偷嘛，出小偷了。啊！一只电蚊灯插头忘记得拔了，引起火灾了。哎呀，快点打电话啊！119。119。喂。哎，消防队是吧？119。消防队，哎，我想问啥？那这个消防队最近忙吗？是啥？弄来了派亲戚啊？不是，啥意思啊？我想问啥？那这个消防队呢？要是不忙呢，请他来接接火；要是忙呢，噶就不麻烦他了。外头啥火？再忙要去救啊？我哪来了的？又不好好。哎，消防队，我是问问啥？那这个消防队救火收费吧？基本上属于免费呀。哎呦，更好，哎，我在这边问啥？那那个消防队里向消防车一共有得几辆？哦，有得12辆。闪闪侬统统开来好吧？开干些都知道。那开来多么就起来快呀？没开错。闪闪侬啊，闪闪侬啊！啊，侬里向不要走哦，消防队叔叔会得。没。哪能？我闲话听不懂。做啥？侬刚刚在那讲，那爱人是局长啊？小囡没呀？啥地方来个囡囡？哎，侬讲，这有啥好奇怪的呢？我这个囡囡领养子2年了。哦，领养孤儿，喜爱心。哎呦，我个囡囡不要太漂亮哦。哪能漂亮法？骨子里。哦。丹凤眼。是吧？暗道小口。哦。最主要是等我感情来得个深了。哪能深法？只要一口气我，哎，以前会得叫我爸爸。喵。啥么子？原来是屋里养只猫啊！哎，猫呀！哦，叫人家消防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搿只猫啊！这啥闲话？猫也是生病呀！侬哪能做得出来的？哦，没些功夫，消防队员拿大火扑灭，拿阿拉囡囡救出来。哦哟，迭个辰光我激动啊！哦哟，激动得来闲话也讲勿出来。讲出来听勿懂。侬拉了啥人手？喏，两只猫结束呀。侬看到吧，侬看到吧，人家消防队员真是好男人啊！是呀，我应该好好叫向人家学习啊！消防队员，我好叫我手擦成大白。要拍电视剧了？也不来事啊！听到吧？咋的？我今朝搞了眼东西，我请客，请他去宵夜。吃宵夜？哎，吃啥么子？一人一碗茶杯馄饨。吃。哦哟，想让侬加盟了啊！搿种侬请人家吃，人家不会吃。是呀，伊拉侪不肯吃。没想到经过这个2趟的折腾，阿拉老婆突然之间肚皮痛。哎呦，看上去要痒了。这叫经痛胎气。这不快点打电话啊？打啥电话？120啊！120我打了，120打过去，车子开过来，我要付钞票哎。侬来了这个辰光还来了收钞票啊？哎，有了啊！消防队员啊，麻烦侬拿阿拉老婆送到医院好吧？
做啥用消防车送啊？咦，那免费呀！好，哎，侬哪能做得出来？人家好像比侬好了。二、话没说，拿老婆搀到了车子，送进了医院。经过医生一夜天的诊断，这是抢救，让他天蒙蒙亮的辰光，阿拉个儿子总算平平安安的降生了。侬心里像一块石头，好落下来了。我激动啊！又激动了。我搀了那个男医生的手。啊！不由医生，哎，想想，我们在想，想想侬啊，应该，想想侬带了老婆生这个儿子啊。哎，是。侬瞎讲的啥么子了？对不啦？对不啦？啥个对不啦？侬应该这能讲，谢谢医生帮我爱人接生了个儿子。哎，啥个医生当那爱人养了个儿子啊？你得这能讲法的啊？那不管哪能讲，对不啦？看看人家，再想想我自家，我觉着我做人太太笨。侬应该要好好叫想人家，或者要做个好男人。对啊，我自家争取也应该做一个好男人。有意思，激动啊？有啊。啊！我每天跑到王府岗边上去兜。都黄浦江边浪向做啥？看叫还有人跳黄浦啊？做啥？有人跳黄浦，我就义起来。根本没啥事体跳啥黄浦呢？都是一礼拜。还有人跳黄浦啊？我老没人跳黄浦啊。这是呀，为啥你会得跳呢？我发现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姐跟踪我。你这小姑娘看中侬了？我走到东，伊也走到东；我走到西，伊也走到西。我走得快，伊也走得快；我走得慢，伊也走得慢。哦，我被盯了糊涂啊！我拉一个转身，我小姐，干嘛老是盯着我？你看小姑娘哪能讲？先生，请你不要想不开，轻生是懦弱的表现。人家当侬要死死嘞！哎，这是功夫不问有心人啊！哎，有一天了，王府岗边上听到一个中年妇女了哇哇大叫，哪能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这个有你跳王府了？哎呀，我想做好男人的机会来了啊！奋不顾身，衣裳也不脱，当即跳下去一直沉到江底。这不快点摸呀？摸啊！摸摸啊！摸摸啊！摸啥吧？摸着嘞！啥么子？南浦大桥桥墩。侬没事体摸桥墩做啥了？对个，再摸啊！再摸摸啊！摸啥吧？摸了嘞！啥么子？游东龙隧道。侬摸隧道做啥了？我想还有窗不进去透透气。隧道不好开门啊！哦，开了门要漏水啊！哎，再摸！要再摸啊！摸啥吧？摸了嘞！啥么子？一双鞋子。一双鞋子啊！哎，这个辰光我气实在屏幕了，我当即跳到岸了。哎呦，不不不！哎呀，激动得了，闲话都讲不出来。疯子啊！你哟。真是个好娘人。不行不行，我等了一个多礼拜，就要想听个句闲话啊！女同志，侬搞啥么子怂？你真是个好娘人。不行不行，哎，不过女同志啊，我叫我抱歉啊，任务没完成啊。我的任务你完成了？我没完成呀。完成了？我没摸到呀。哎呀，我要的东西你就摸到了？没摸到。我手里向拎个么子就是我要的东西。哦，对哦，手里向拎了一双鞋子，不是侬个小人哎。那上海人讲是鞋子，哎，我们苏北人就叫鞋子。哎。啊，那鞋子叫鞋子的呀。啊、哎呦喂，我的妈妈哎。男人，好男人有很多标准，刚才说了，除了智商高以外，哦，情商很重要，对吧？智商也很关键，所以呢，看看你是不是好男人，出道题来考考你。哦，出题考试，好，请出题。好，请听，谜面是巨轮出海打一地名。上海啊，我的你得晓得个。对吧？这常识问题，常识问题。谜面上有的字谜底不能出现。哦，谜底不能出那个海。对呀、啊，巨轮出海，巨轮出海那是干什么？航行去了。应该哪个？对吧？这个巨轮又做舟，做船桨，所以呢、哦，谐音就是杭州。大家说对不对？哎呦，侬这个位置鼓鼓掌呀！考男人考糊了吗？所以做男人难吗？哪个那个？有点难、对，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是，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出了，对不对？一点都不错、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杭州滑稽剧院的四位青年演员带来的小品。四位青年演员，一个叫梁雪，一个叫李想，名字都好听，李想，远大理想那个李想、还有一个叫朱明、还有一个叫朱梦琪。带来的小品是钉子。啊，老天真是雨夜啊！一本三大日子里，让我同你接我。搿天子
我一个人走了12万13座，我走了13万13座，我们都是13。亲爱的，你就是我心中的景区，你就是我心中的老三。景区，来跟他走一些啊。亲爱的，刚才为了你，我准备了一些诗，我想朗诵给你听。跟你走了嘞，朗诵给我听。好的，跟我开始了。这些诗为得非常的抒情。啊！啊！牙面呢？牙面有颗钉子。牙面有颗钉，有干啥事的？哎，搿在牙面呢？在牙面，我看不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呀！这哪有颗钉子哎？哎呀呀，都打落了我的私心。哎呀，跟我们调个地方走走。嗯。哎呀。这啥？你还想做一些事？地上有口袋。哎，正当有口袋呢，而且是刚刚涂的。啊？你这个晓得的？外卖新鲜嘞。哎呦，真是太不文明了。嗯。跟我们再。好的，哎，啊，放心，嗯，一、二、三，啊，老铁真是玉液啊！到了，就是这个地方，一样的场景，不一样的人，第一次约会在这里，分手也是在这里。本来两个人正伤正对，可惜把我一个人单挑一手。虽然心里难过，但我还是要注意环境卫生。同志，随地吐痰，罚款。同志，啊，我没有随地吐痰。同志，我刚刚明明听到你的喉咙有啊哼一声响，这是因为我喉咙有点痒，肯定是痰在作怪，所以把它吐地上。对了，多少钞票？50块。啊，50。哎，你告诉我是的，我没有吐。同志，根据你现在站的位置，加上这个痰的方位，再算上今天的风速跟风向。这个痰肯定是你吐的。同志，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来？我到这里来呢，是想回忆我的过去。过去。因为我呢，第一次约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分手也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一回忆我的过去呢，我就有一口痰了。所以把它吐在地上了。哎，我没有吐，我咽下去了。你干什么了？我咽下去了。同志。哎。这可是一口痰，你把它当荷包的。同志，我跟你讲过了，这个痰不是我吐的，不是你吐的，难道是我吐的？我吐的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一样？随地吐痰，罚款100块。刚刚50块，那个也是100块了呢。1块50，2块100，做个加法你就明白。不是这个不是我吐的，这个我吐给你看一看的呀，这个同志。好了，同志，我也不跟你啰嗦，到办公室里跟你谈谈。办公室，办公室我不去的，搞什么？那，同志，手去拿哈。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心情不好，对不对？我们罚款你不是目的，在于教育你。好，这个环境卫生要靠大家。要是，让你也注意，他也注意。稍微等一下。你刚刚讲我随地吐痰，啊，罚我100块。对呀、啊，你乱管垃圾，来，钞票还给我。同志，我希望你看清楚。环境卫生靠大家，祝你在这里玩得愉快。要不然我碰着这样的人了，真的。明明不是我吐痰，我也不亏了，真的。哦，算，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了。我是继续回忆我的过去。当时，
他走在这里，我走在他的旁边，他跟我提出分手的辰光，我的心是多少的痛啊！哎呀，当时心痛，可是我哪个屁股痛了啊？什么东西啊？耶，有个钉子的。哦哟，搞熟悉了，有钉子。哎，刚刚那个人啊，我没有偷钱，他要还我的款。这里有钉子，他不乖。我请他赔裤子去了。哎，同志，哎，同志，你不要走，哎，同志。啊，老铁真是玉液啊！哎，进去，这个地方好像我们曾经来过。哎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玩了眼睛的第一个圈的嘞。嗯，人生就像来到挖圈，每一圈都与众不同，每一圈都有新的发现。哎，我有新的发现的。你发现了什么？地高里的蛋美的。哎，看来有人做好事体把蛋卡了了。跟我妈做做好事，把这颗顶蛋卡了去。嗯。用叶子。叶子。进去，没想到做好事体，心境为这样的舒畅。哎呀，你重一点。看老你我用不出力气，跟我不看你哦。这个啦，爸爸出来了，我来帮你哦。一、二、三，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你看，爸出来了，爸出来吧。嗯。哎呀，这啥？我们两个人第一次约会，这个套，这个已经捆了一道的来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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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这顶蛋还是没烤了起。我几样东西把它烤了起啊。嗯。哎，这都一块做的。哎呀！你看，烤了起了。哎呀，谁崩的？先打谁去。好的。同志，我跟你讲过了，你要别我裤子掉。同志啊，刚才你走下去，屁股什么感觉啊？屁股痛啊。那我屁股怎么不痛啊？这说明你屁股的皮比我的厚。干什么？我不说，痛痛痛痛！哎呦哇，哎呦哇，也没有。怎么没有了？明明没有，你讲有，你这个叫无中生有。不是无中，你上升到法律的角度啊！你不要上升到法律，我有证据的。什么证据？这个你怎么解释？这个一点我哎，有三种可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啊，你走到红油去了。没有走到红油去。第二种可能啊，你可能走到这来犯个。没有走到来犯个。第三种可能啊，可能是你的生理反应。同志啊，我是男的，我不是女的呀。对呀，十男九痔啊。哎呀，同志，我跟你讲，同志，我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神志物质。这位，喂，同志，哎，你不要这，我跟你讲，这里真当是有的，哎，你听我讲，有钉子的呀。哎呀，老谢，哎，老谢，来了，快来，快来。这啥？我马上把这颗顶蛋再烤出来。烤了去做好事体，烤出来不是变坏事体了吗？绝对因为我们把顶蛋烤了去的，那个保安说那个老国人是个无中生有。哦，没有听懂。哎呀，我不过，反正你把顶蛋烤出来，这个套那个老国来就有证据的。哦，公布顶蛋，我再烤出来。烤出来。哦。但是我觉着考出来像是做坏事体，心里觉着有点吓。你不要吓，我把你望风。好的。好了，考出来了。考出来的。嗯。跟我们继续再。好的。啊，老
铁真是玉液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讲，你对我错好不好？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了，告诉我是真的，有毛病！哈哈哈哈哈哈！我等你爬出来了呢！哦，痛啊，都是真的！哦，那个又出来，哎，钉子出来了，莫让别哭自己。你不要跑，董子啊，董子啊！啊，老铁真是玉液啊！哎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追了二斤的第二个雀的。第二个雀像第一个雀一样的悦目。嗯，哎，我们一雀已经追了来的，估计他们的事体已经处理好的啊。嗯。跟我们把这颗顶帘再烤了去。好的。哎，烤了去了。烤了去的。嗯。跟我们继续飞。好的。啊，老天真是玉液啊！同志，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一分钟都不到，绝对宰的。在这里，你自己看。同志啊，有没有过来的？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同志，这个怎么加深？这个怎么加深吗？这个。他也没有了呀，董事，这明明没有，你是想有？我老早晓得了，你回来回去啊，回来给我把你的亏，你心里不平衡。不是钱的问题，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们罚款不是目的，关键是教育我，对吧？环境卫生靠大家，祝你在这里玩得愉快，你可以去办公室了。办公室我不去了，我到洗手间去了。那祝你上得愉快啊！要洗快嘞，怎么这个样子的啊？这什么凳子啊？我这个钉子出来，它不出来；我叫它不要出来，自己会跑出来的啊！啊，到底怎么忍啊？哦哟，你跑到衙门去干什么了你？你在衙门我背不到裤子，你搞什么东西了？真的，跑到衙门，哎。钉子在衙门，我把它烤出来就可以了嘛。还原事实的真相，我就可以赔裤子了。对对对对，把它烤出，哟，刚刚好，有个转人，把你烤出来啊！出来，出来！哎呦，走！哎呦，哎呦，这样差不多了啊。再烤两记。好，再烤两记。哎呦，走！哎呦，啊，这样差不多了。哎呀。背苦自己，那个保安，董子，你不要讲，我办公室我不去，你听我讲啥？事情是这样的，你刚刚过去了以后，我看了一下，他是在阳面，然后我还是跟你去办公室好了，请，董子，我真当冤枉的了，啊，老铁真是玉液啊！哎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追了二斤的第三个雀的。第三个雀像前面两个雀一样的悦目，来进去，给它走一些。好的。啊！我叫你把顶帘儿烤了去，你竟然没烤了去，你这个鳖子！哼！老铁啊，我说什么名堂啊？老铁，我是什么名堂啊？哎，同志，对不起，同志，对不起，我去修理修理，但是我领不起啊。同志，我们来帮你。好，哎呀！
我的搭档主持人萧亚此刻已经在观众席当中，他在观众席间看到了他们非常喜爱的受到大家欢迎的老一辈的滑稽艺术家们。那现在呢，我来到了吴双翼老师的身边。吴双翼老师你好。哦，手把了旁边好吧，先把把哦，好，侬立起来，向大家问问好，大家向你致意。还有我们的电视机，那边电视，哎，那边向电视观众问问好，打打招呼哈。好，吴老师，我想问问您，可能有点不礼貌，我想问问您，您今年多少岁数了？87。吴老师身体几哇？面色老好哦，老粉嫩哦，衣裳颜色也好。吴老师，我要问您啊，整整50年前，就是1963年到北京演出，您还记得吗？侬讲当看？对对对，北京华人堂演出，满园春色。怀仁堂满园春色是把我们上海的滑稽戏带到了北京，对吗？对对对对。整整50年，那时候也就是37岁正当年。对对对对对、哦、对。那么，您说1979年我们国家这个30大庆的时候，你又一次去北京了？对，那个辰光出色的答案。哦。哎。两出戏。对个，就带了个出色的答案。那么这个小的相声的告别。两个戏，两个戏。是的，是的，吴双翼老师还记得很清楚，双字辈的代表人物啊。新戏曲广播会，您是，我们算是老朋友了吧？对对对，这个一趟这个，新戏曲广播会30周年，这个纪念演出，我衷心的表示祝贺。这个一趟演出成功，小佳小佳，谢谢谢谢谢谢，我、哦、谢谢吴老师。好，那么感谢您，祝您长寿，请坐请坐请坐，好好好。那么龚伯康老师在哪里？哦，在我身边。龚老师你好。那这个像我们照这个30周年庆典啊，我来参加，非常激动。巧也巧的，今朝第一档节目呢是金陵塔。那么侬晓得吗，刘小爷？这个30年前头啊，这个第一季辰光，我跟王永生还跟阿拉老师尤一林啊，三家头，也就是了新戏戏曲广播会第一季第一档节目，阿拉三家头演唱《金陵塔》。哎，那么尤老师呢，以第一人开始唱起，随后这个新光会呢，第一部啊，第一季就播出。所以呢，以后呢，一只一只的实唱唱上去，这新光会呢，那阿拉个曲艺呢，也是一只一只的播出来。30年了，真不容易啊！这个新光会是作为一个窗口平台，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青年演员，播出了许许多多高质量的、精彩的戏曲的节目，包括我们实唱节目。拿我来讲，我从一个中年演员变老年演员。通过新光会啊，我这个唱过几十部的上海实唱和普通实事，那啊，这是来一次，我下趟有机会啊，我下趟有机会，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呢，我们这个新光会啊，新光会呢，在今后岁月当中啊，出人出戏，出精品节目。带上去还是、啊、希望这个新光会呢与这个光辉同营啊，与精彩接轮，对吧哈，带上去啊。我们俩是经常清唱一段金陵塔的影子啊，桃花扭得红，杨柳条儿青，我不唱西道兵故事，唱一唱金陵宝
感动来了，感谢所有的今天到场的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感谢你们给那么多广大的观众带来笑声，祝你们生活幸福，身体康健，谢谢谢谢谢谢啊，感动了，劲儿也来了。哎呀，我们的龚鹏翰老师从第一期对唱到了30周年，是哎呀，特别的感慨。那么接下来呢，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得主，是上海滑稽剧团著名滑稽演员顾竹君老师为大家表演上海说唱《上海的早晨》。这个说唱呢，表现的是我们上海老弄堂里像个叫妈声，一日叫到哪里唱到哪里。掌声有请顾竹君老师。
叫他买草麻粉。西巴的毛巾只有着北有相声南有独角戏之说，在八十年代同时期，同时在北方和南方诞生了两对老少年龄差异比较大的配对演员，而且一下就走红了，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呢就是北方的姜昆和李文华，南方上海的王汝刚和李九松。如今王汝刚李九松他们已经搭档了30多年了，可以说是当代独角戏的典范和旗帜人物了。下面有请两位隆重登场。今朝这个星光会三四十年
交关闹忙，来了噶些观众，来了噶些领导表示说服，阿两个人呢又产生机会，这场节目办得好，培养了观众，培养了演员啊，对对对，日节过得真快哦，的确，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我立了财目，亲自亲为，三十年前头这个梦回了脑海当中，哦，记得三十年前是1983年1月2号，啊，这个辰光呢，穷嘛穷，借贷借不起的，对，不是抽大号，这个做人家，哎，等了。广播电台，播音间里向，地方老破的，前年夜里落过雨的，雨也滴滴答答落下来了。哎呦，真的，这是房子嘛倒是蛮好，大楼里向都破了一塌糊涂，一些不是老虫蚁穿过来了。侬个脑子好的，这我倒才记得个，节目好。这个辰光，新戏曲广播第一档是滑稽节目，对，滑稽第一档开播。哎呦，两个大师的表演正在哦。我去看啊，侬看啊，作为后辈去参加前辈的演出啊，对，可是没闲话讲嘞，对，姚慕生、周伯正、对，余一玲、对，杨华生、小西西，哦哟，看到我开心的嘞，现在看不上来了，真有劲啊！哦，哎呦，我开心哦，哪能不开心？想想真开心哦，倒是屋里不开心了，哪能不啊？屋里不开心，因为看的辰光人太多了，是的，我这皮夹子被人打脱了，皮夹子打脱了，我想想。不然他讨厌不汽车又没乘过，没人会得偷。旁边当时我有一个人来了我旁边的，旁边我等了侬旁边的。啥呢？我哦，是侬啊？哎，哦，那么对了呐，三十年了，总算我搞清桑了。搿只皮夹子是侬。侬讲闲话稍微清爽点，观众侬。开开玩笑，打打麻。其实这个三十年来，阿拉两个开始合作了。对个。而且是看这个星光开始的。哎。现在老年人就不容易啊。李秋松大家才出名了，一把年纪嘞，今年阿爸个，还比去年大岁了。几岁了？弄到只广东了，在旁边个我上次搞不清楚，侬几岁了？80。哎呦，不容易啊！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说啥啊？本人说狗的。哎呦，讲个讲个讲个，讲啥不讲？怪不得两观众站在门口头讲，哎呦，搿趟星光会老新的，老娘去演出的，介大年纪了，看一趟少一趟了，这个。我想要哪一家门的？那么观众朋友，我可以老负责老负责大家讲一声，老娘就身体来得好，多人将来侬看一个节目辰光长了，为啥到一个身体好呢？哎，又飙升了。侬不要看搿档子啊，身体来得好，阿两个经常出去跑跑，南京路啊、淮海路啊，走过种热闹的地方啊，一看几种好看的小姑娘哦，眼睛一刹不刹的，舞得妹妹漂亮嘞，哎呦，这小姑娘裙子哪能介短的啦？这个、我有搿个毛病啊！侬不要讲，80岁的老人了，我有想法了，不容易子。瞎搞搞啥物事？有搿种想法，身体好的、啊哎，所以老娘就是身体好的、啊。为啥身体介好呢？是因为日脚好过，对个对吧？搿个是事实。哎，特别屋里向生活条件改善了，对个，屋里市场新的房子，对，所以心情舒畅。对，有句话讲得真好啊，叫需要康不需要康，只要看住房。搿句话一眼勿错哦。那么现在叫回过头来讲讲，老娘就当辰光倒勿是抽烟啊，屋里向个出名的困难户，屋里啊4个人是7个人房。搿也不太对个，正好屋里像狗窟一样的，真的比狗窟还呆板了。那个年纪大的人过来住人来着。哎，当时我哪哪能过进去哦？穷有穷办法。哦，是吧？天冷，哎，房门关关紧。哦，4个人，7个人，窝了一道，刚刚睡熟了。哎，搿不天热呢？天热要动脑筋。哦，大家打地铺，门开开来，旁边只冰箱开开来，才解决了。聪明真聪明啊！冰箱当有空调的，那么冷风好出来了，要用的呀。那么4个人呢，夜里向翻身不要翻了。老太婆吃力点啊！哦，那爱人吃力点。到12点钟，举一次小便，大家一道翻过去。哦，12点钟翻一翻。3点钟再翻一翻，再过来。翻两翻。6点钟举一来行，再翻过去。三翻。翻三翻，首先翻四翻了。四翻阿拉算垃圾的，三天拉搓麻将跟侬啊。蛮苦的日节，被伊讲是叫个乐观啊，像搓麻将。到现在好嘞，房子是得老好的，屋里向3房2厅，对啊，等了了浦东，聪明真啊，聪明的。当然就闲话讲的，叫宁要浦东一间房，不要浦东一套房啊，搿种还缺西啊，一大一小，当然大房子了，伊跑得来得快了。为啥道理呢？伊屋里摆着动迁，对，侬勿看动迁两字一大机会啊，老娘就听见动迁开心哦。上海人有一句老古闲话，哎。穷不穷？动迁，穷人手靠动迁，哦，穷人翻身靠动迁。
老早穷人翻身靠王翻的，晓得吧？穷人翻身靠铜钱，这些我对个，铜钱做的一袋，带下来钞票赔了几袋啊？450万，还有马上签合同哦，那次450万奔哦，铜钱做跟了有的，哎，老李啊，跑卖店啊，当心跌高，我真不欠他，没叫他毁掉了我不，450万从来没拿着过，一跑跑到浦东买了房子，三房两厅，好是好的。装潢漂亮，漂亮。不过我讲起来，侬这个装潢漂亮是蛮漂亮，下有都外表，啥的，都有外表，啥的。真的，我讲侬不听的。哪能？我讲这个装修也是大文化。装修是我个老朋友，伊跟我豪华一个装修。帮帮忙了，那我批评侬是个不听的，把他上年把磨起来把买下来。老头子不得假的呀！我关上到今朝伊来穿个新光的，那我都欢喜啊！哦，那老婆婆那，哎阿伯来，我叫伊出来一磨侬。跟吃老吃饱了，没事体摆弄个事体出来了。你去做个想法，干了有个两样。那我讲给大家听，大家来评评看好吧。三房两厅，上口头我挂了40灯笼，喜气洋洋。大门口我买了一袋14枝，人家一看是大户人家，其实有空拿来白相相的。这个好地方、啊，喂，哎，啥人啊？我少娘不认得了。啥人啊？啊，可是外国人，我少娘不晓得，跟哪家人不了？喂喂喂，叫我少些。啥人吧？哎，对了，这要有礼貌哦，叫啥人吧？哎，女婿，哎，我当光清爽，我为人不想我起来。耶，刚刚来啥地主去啊？那屋里我冇等嘞。啥的啊？我几十岁了，我吃不消嘞。啥的啊？各种房子倒是蛮好，本庄我这个男子我才会吃得消的。噶好个豪华一个装潢，侬还要跑啊？我等讲了，侬房子是新房子，脑子调到新脑子啊！侬交关个礼节，交关坏习惯不改了，我进去就开不关了。我有啥个坏习惯呢？搿侬倒想想看，买好门口一块草地，啊，有几十平方，都修好了，啊，鸟语花香，落日成荫，侬个神经病了，那个草通通拔光，那个树也拔光，做个冲江大水景色侬。搿么用起来便当嘞？头发勿着长勿出来个，冲江大水长长都过挂了。我等各种理解了好久给给了是不啦买好理想把两张14枝信息啊根本人家也可以哎呦这是大户人家那各种也不对了那大户人家我前两年跑过两人了邻居光我哈哈死了是的一个苏区人一个苏北人了 哎一个苏北人光嘞哟这个两个都喝完里面啊门口中放一句14枝啊我啥的他们家里是不是野生动物园 啊到那野生动物园了苏州人讲嘞，哎呀，这个蛮不懂的，这个哪野生动物园呢？这个不是私人的，这个是公墓办事处。呸！要死我等你，我都会吃得起，我吓死你，怎么了？有个两子讲啊，蛮好的房子，过40大红灯笼，值手了，又不卖西子过灯笼值手了。人家冒起来嘛，喜气洋洋。我跟你说，你不要了，怪怕的。这个40灯笼啊，一过了窗户嘞。吵啥物事？搿现在侬是出去演出去了，跟我蹲辣屋里向，跟阿拉个囡儿就拿老用。等我讲嘞，阿伯没事体了，我等我讲讲头。哎呦，等我打打头，这样跟我开心了，跟我手对打头嘞。哎呦，阿拉囡儿就个好了，等我弄得就个适意，还等我靠背，还等我打头。天人之乐。正适意个辰光，门砰敲开嘞，进来4个礼炮队了。啥的？执照有伐？执照要执照个。哎，跟我打头要有执照个。多少人执照了？我还虚夸张嘞！哎呦，我讲我搿东西没个，没个，侬我怪说了勿正当个。我那啥个意思啊？侬懂阿拉勿懂啊？外头过40红灯笼，哪屋里红灯区啊？哦哟，高子半截天总算弄清爽了。要解释清爽给人家。我等侬讲，人虽然年纪大了，勿断学习社会进步。我等侬讲，像我现在呢，蹲辣屋里向学外语啊，我还学普通闲话嘞，对不啦？身体比侬还好嘞。侬不要骗我，我现在这个身体好得不得了啊！奶奶，我胃口好啊！哦，我这个肌肉锻炼啊！哦，我每天早头要起来，吃6头猪，4个生鸡。没，六头猪吃下去了，我没，侬搿样子吃下去，一家吃光了。早头起来吃6只猪，4只鸡，哪能吃法？我，你这个人了，你是听不懂了，我认不认过来我了？我早上起来吃6头猪。哎，6头猪了。是啊，6头猪啊，6头猪，6头猪，哎，6头猪啊，我早上起来吃一大碗6头猪啊，啊，4个生鸡啊，三鸡没大碗，三鸡。
侬搿个普通闲话，舌头去捏捏伊伐？还是？你收音筒要好，就普通闲话，普通闲话听勿懂。哎呦！我每天上头敲以后，我每天要到小区去跑跑啊，走走，草地嘛锻炼锻炼。侬现在搿块东西侪做个葱姜大蒜，叫我逃跑到啥地方去啊？我家都没客厅，侬好兜兜伐？哦，叫我到客厅兜兜。哎呦，我吓都吓死嘞！搿有啥吓的？侬到外好意思讲㑚屋里只客厅啊？交关都只客厅了，董小雨去摆了，侬个神经病，侬铺个啥东西啊？侬铺眼地板，有温暖，有湿意都就好了。侬铺个啥西？侬不懂啊？哎，乡下人个。铺个石头就中了呢。这个石头啊，哎，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哪个这怪怕的了？哦哟喂，意大利进口一个大理石了，各种石头侬用不着买这个了。啊，阿拉乡下头交关嘞。搿侬有来到市过去搬个铺铺一样个了，是不啦？辣辣啥地方？乡下就搿多嘞。哦，阿拉后山，后山去看呢。一块块卖到了，一个么张阿三了，什么李阿四了，对吧？夫妻俩。我想想哪一家门了？三国的人。这个是墓碑。墓碑没错呀，侬搿种都错不多了。墓碑摆了屋里不要吓人啊。哦，墓碑摆了吓人。啊。侬搿种大理石摆了我也吓人了，搿大理石都锈坏了，搿房摆了四个，只有一排的书呢，我登上头了，挖沟里挖下去，我阿娘人家冰老摆了一样了。我没叫侬做事。哎，我吃不消了，我就想回到宁波乡下头去。真嘞！哪个种人我问光了，那别样不要去讲伊。搿只厨房间侬哪能布置个？是的，厨房间侬有意见啊？哦哟，怪怕的，厨房间小么小了一眼眼，四个平方。哦哟，冰箱了，哦哟，洗衣机了，哦哟，哎，电饭煲了，刚出来太难了。上海人的生活就叫家庭电器化。地气货是没错的，搿你好好去买眼东西了，买得了东西啊！哎呦，难为人，啊，讲出去太难的了。啥子啊？侪是买得个大型号了，搿种东西用上去吓人倒怪，要出地的了。哪能会得出地呢？我跑到厨房间，一只破炉光光一开了，好大。它冒出来了，搿边金星呱呱呱闪出来了，我吓死了！我跟你破错地了，我跟你从小到现在我破地哦，我地老说我勿缺个了，勿得假个，我破错地了，你晓得伐？搿哪子错地我勿缺得着个？我没叫侬做过事。好了，我还人不想去，我吃不消。等来，等来，你再讲来。我等了，我盯错个，盯错个嘞。侬屋里只卫生间侬哪能布置个？哎，卫生间有意思啊！哎，我弄了。那我告诉侬。哎。我这卫生间只有八个平方，对个。我朋友讲太小，哎，四面八方，上头侪装镜子，侬跑进去一看，哎呦，介大啊！那搿种闲话讲出来了，人家都要笑嘞。那个卫生间去装玻璃进去啊？搿卫生间跑上五层了，卫生间只要收了海，一个人侬去看了，随便啥面孔。好看就好看，等到那个只面孔就会难看哦。跟我坐了海了，抬头一看，哦哟阿娘哎哟，哦哟我真吓死嘞，有八百多只眼睛看了我了。搿不侬好不要看勿啦？跟我勿提就勿提，要提了我嘞。哦哟我真吓死了，还有嘞，侬搿只抽水马桶，侬买个啥东西啦？搿只抽水马桶有意思伐？侬总乡下人了。哪乡下人嘞？我朋友拨了我。哎外头买一万三，一万三，电磁动的，哎，我只有八百块，我会晓得。假使侬一万三千块买只电磁动抽水马桶，搿倒又好嘞。阿拉大家相识晓得口也恩惠的嘛。搿侬搿只物事大型好啊，一万三八百块买得又好好勿啦？哟西啊，搿只物事大型的太世界了，搿只马桶啦，旁边有清浴哦。跟我年纪没大嘞，眼福没退呗。跟我用好以后呢，要收集清哦，上装清楚得了。我亲自搬搬六十年了，是嘛个哦？跟我立起来一天了，咦，飙出来嘞！要是我都飙到嘴巴里了，像牙棒烧开牙齿一样的了。侬高兴的用用嘛，会得注意的。好嘞，我要回去嘞。不要回去，等等嘞。我要回宁波去嘞。上海再等两年。我等侬讲老实闲话了、啊。我到上海一个多礼拜了，哎、到今朝还不啊。我想想哪干部来了。在我们今天的江浙沪滑稽大会串中啊，真是热闹非凡。是三地的滑稽演员。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总而一句话，要快乐，滑稽戏让我们天天乐。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也有三乐。哦，哪三乐啊？第一，叫自得其乐。自得其乐。第二，助人为乐。助人为乐。第三，难得有乐。哦，难得一乐。哦，我想
这个乐啊，这三乐可以说是我们真正的幸福和快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来自苏州话剧团的两位著名的话剧艺术家顾湘和张克勤，以及年轻演员牛苗苗，带给大家小品《幸福起飞》。那个小四娘能抱了夸嘞，嗨嗨歪歪，我跟俺跟不上呀，说是人家家干不上呀，哪能抱得人能夸啦？不是呀，小四娘啊，哎，傻气了，傻气了。不是呀，我是哈嘞，嗨嗨歪歪。哎呀，俺的个亲娘嘞！俺说秋香阿姨啊。是谁整天三番五次往俺们社区跑，叫俺无论如何帮你找到皮老虎皮阿爹。俺好不容易帮你打听到了，你今天反而不去了，你说说你这是弄啥来弄？俺不晓得呀，给个你送来不得了，我怕呀。你怕点啥？他叫皮老虎，又不是真的老虎会把你吃掉嘞。小三东啊，俺不晓得呀。哪哪？我他给这皮老虎。来了多户大厦有里十字几十年走这几十年个邻居也结子几十年个冤家呀我真叫碰着要踢台个头事去今朝叫没办法我就能打我上街个门我不是我真要不来俺不管俺不管你今天肯定要去你来都来了正好趁此机会好好沟通沟通行不走走走娘天风里我亲妈啊你来好表点嘿，我的少年，是我小三东小玲珑，社区里个小玲珑。哎，对个。进来，进来，进来，小玲珑。哎呦，哎呀，小玲珑，厉害厉害。哦哟，掉得嘞。大姨夫人，我奇迹嘞。我哇奇迹嘞呀，你请。哦哟娘，今在上个风江。我你带花里一朵喇叭花吃的来着，你来啥子呀？呦呦呦，皮大爷，人家秋香阿姨好不容易大老远跑来看你，你就客气点儿嘛啊！客气你就出去，客了难免了。真的？进来吧，小三多啊，阿四哥，他讲发是个么子吧？啥么子？我分干啥？你刚啥不是我刚皮老虎啊我今早上门来我分打啥打了点猪的肉姜啊不能吃吃也是在今早上个年吃吃会送么子不我吃上门嘛总归要打点礼品的该说呢我特别等了大户里向邻居种植几十年嘛把苏当分吃了一粒碗那里还三五十的啥个把苏当粉吃着那吃跟我么子一样忘记特子刚刚清桑我吃过那啥么子那真个吃跟我么子你刚我吃那啥么子皮老虎啊不不能讲那不光是吃跟俺家是推吃啊真的呀还我清桑的啊真的呀当资本人刚够不过命来听我刚清桑啥个推吃了不推吃亡命亡命的事情不是个那让我讲那个那记性不好我记性好个能偷吃个一张海鸭刚刚清桑几十几年海鸭了喂那别要我讲个讲也就八三年八三月八号哟半夜三更我起来老了不得了离个辰光么子侪是自家一个我欢喜吃里头海鸭那么对面阿呆拉屁股呢我不欢喜个我才记他个以后这个嘛要凉了窗台了想吃吃个了对个我他给他多么累浪累无呀那么可这个咋么气吃气吃就算我去睡门不这样啊不晓得压力下我可就给了个紧闭浪下来打理上门不得门不屁股个黑阿呆一个哦那不是推车的那不是推车了我个中年会推车的来日刚我等了有子里向谁让的那个一句我叫天浪得地浪谁得
那叫推吃。哎，那里个人真正不大上楼个，哪能叫天朗落得地朗晒？那里个是鹅个。哪个？那是阿朗向风山喊那名字。哎呀，那是哪个啦？那里个人真正不上楼个。啥个不上楼家？哎，别吵了，别吵了。皮阿爹，你既然吃了人家秋香阿姨的阿里里嘛，能拿小阿福小人搞的？我小弟弟啥家？我小三懂个啥？小里的不是你管？啥家能这样？给法官吃狗肉里扎海呀？能指望给来下我啊？高手呢？给我吃狗肉豆腐来？啊，不是，我吃来豆腐啊！我也吃来豆腐。那个种豆腐我也吃个，你自个不摘摘金枝看，摘得了像粒红枣子，狗比红枣子一粒都不来个。呸！那只吃西洋不？我里只狗爪子开始一泡，又是香来又是浓。哎呀，这句话嘛，真正讲的对个，秋香阿姨。别看你现在上了年纪，走出来还如花似玉的，我见了都心动。别讲各种奶奶的，哎呦，啥不是在那了？哎呦，来来，刚刚坐下，刚刚坐下，拿坐对，来，坐下，来坐下，来坐，来慢慢说，我倒要听听看，皮阿爹是拿起来对，讲出来，当初大家的面刚刚清爽。哎，那别要我讲讲，别讲个，那么我讲出来着。别讲，皮老虎啊，哎，我他那两家人家。阿是才住了桃花坞个大厦有个，对过。我他呢，阿才是住了再里向一进，对过。要走过一条上来海海弯弯个龙塘，苏州人叫白龙沟，对过。那么你在龙塘上来不得了，啥？还没下来不到一米。哦。搿天呢，我下班从单位往屋里跑。街呢，要想拆开，从屋里往外头走，我们跑得急上眼，街么跑得快上点，两个人跑方么跑到白龙当中么叫啥？给香奈米空着，啥么子香奈米空？哪能不是呀？哎，总是香奈米空的。哪能不是？我刚才晓得白龙里没得拆黑的呀，我是两个地方忙着，黑个地方进去么眼睛总怪看不出哇。真的呀？白搭半当中么两家队绑一绑，米空么分香着。带过来身上像一股哪香味的，门打开。啊是哪个？啊是人呢？那位大哥，恁今朝他个粉是八七零万，恁他个是牙霜啊是个？不是见恁门面是哪户香，哪我当哪霜的？一种鸡还管我干？是个呀！哎哎，我来讲，哎呦，你这个人帅气得不得了，结识第二天就白富翁。啊！第二天再浪香，我只马桶盖头往我头上飞上来呀！别离个米空，为了我，有我我哪能会走里桩事体的呢？哇，你这样不对的，不是个呀，能听我讲呀，小山东啊！你讲你讲，离个人瓜，老嘎嘎人家有里桩老聚散的呀，那么天天早浪向要打的呀，要削的呀，我晓得个。那么我妈是死了该累了啦，嗯，今朝要上班再接来不到了，拎着只马桶去消耗伊嘛，湿汤汤的嘛往楼上跑嘛，脚底我一滑，只马桶盖里唰飞出去嘛，又里向马桶水踩了该头浪。哎呀，再讲我他能打招呼的呀？我是里向马桶里向的水清爽的呀。马桶里向水清爽的。清爽的呀。那么你啥地方弄马桶里向水去炖冬瓜汤呢？哎呀，哎呦，清爽的了喂！真的是天哪！张爱，我发现他长胖了啊！不是你发上龙啊，真的。是，哪能胖了？还得。哎，我有点呀。多两个人呢。是个呀，你一直讲我，讲我嘛，有一句吃干豆腐狗。啊是个，哪能不是呀？一直讲我们，哎呦，你不要讲这，讲我们去推口干了，啥子嘛？那个中年人做得出个呢？你不讲我打手在，既然讲嘛，讲给大家听听。你非要看看你身上像穿得干干净净，花枝个装，看上去嗨得不得了。刚刚你都拍到了，睡梦我就会认得你多。你不晓得你去我屋里了嗨了？哪能啦？有一家头天天压力。七八只鸭饭，卡好米，打好水，化好妆，推推磨磨，七点五人分正事，拉拉门缝缝里推看我困觉。哎呀！哎呀！哎呀！有电话。哎，俺们还怕睡着呢？哎，哎，对的。哪呢？哎呀！哎呀！有大家有。有个啊，有个嘛，哎，有个嘛。我告诉你，我不是他可能快搞呀。哥们哪能当如此啊？小山东啊，嗯，你个辰光该到屋里收该钞票去，买只一只九寸那个黑白电视机。
难晓得个呀，了放电视剧《霍元甲》呀，《霍元甲》啊，哎呀，好看，我不想看嘞，搿么他该是有家呀，该勿肯我上搿个门个呀，我没办法，天天老辰光闷闷闷的，长发么不敢看剧呀，是这个事情，我哪能可能快到呢？原来是看《霍元甲》，真是呀，不管我《霍元甲》嘛，对看我管。好了好了，你知道吗？啊。以前你们两个住在老房子旧房子里，你妈都得嘞发泄嘛，嘎子嘎的嘞，那个时候啊几十户人家一把都可以拧的嘞。嘿，我讲的一点不错，可些人光你烂房子嘛，烂房子了，哎呀乱七八糟，每家人家偷出来个电线，在院子里像这个路都塞口上这芝麻碗。哎呦，你个人光能整个口不倒着，哎呀你打一根电线，你打一根电线，打来打去嘛像狗子无力嘛呀，稍微发大心嘛，砰要烧光光的呀！说的一点都不错，哎呦，真的扑来不得了。不过闲话刚走来，那个大花屋里向每口事、每块瓦、每块砖头，侪是让人苏州人心里向留下子深深的印象。一个么有句烂话的，叫扑三扑。才是收最好，怎么不是的呀？不过哎，李老后啊，那现在么是这个啦，后面是古都房了。才是怪。那么我们就是新房子在。哦，那时候老大。啊，条件好嘞，不得了哈，区政府批了，金额有。哎呦，都在怪。我告诉你，我现在想房子呀。我没喊。哎呦，个房子灵嘞，客厅好当太舅舅个呀。那。有图书馆，有学堂，有超市，样样配方便，这样都不得了。还有啊，唐伯虎的故居啊，已经竣工了，什么时候你们去看看？里面那个双荷花池啊，真造的漂亮的不得了。没喊没喊，我有。我俩收嘴的，我先收嘴你啊，我先的不得了。哎，喂，你都两个人这够得了，有点啥子事啊？对，主要是我们。来坐下来讲，来，是什么个呀？我们他们就是几十年的邻居，也结识几十年的冤家。对不？那么凭良心讲，蹲了一道嘛，结结嘎嘎，分开以后倒蛮亲近的。叫呼吸冤家了。那么叫啥？分开以后，我一直在那想呢。你想啥？哦，那不要误解哦。想我啥？我是来想呢，那里个乌龙哪能会得成那好歌？是好玩呀！那个唱歌再来不得了呀！我这辈子么不养不讲啊，再讲那么就是个条喉咙。就是唱两首给来听听。哎呦，娘娘！那不要唱啥个腔调了，啥个头子娘了，凭良心讲，那个平台唱来。一般般了，一般般。刚才我搿两嗓平台唱出来嘛，神机骨都服听了。哎呦，那不要太作死这样。我是讲能唱歌好，能有一只歌是能真正不晓得，能自家分过上。啥个歌？又是经典，现在人再也听不上，铿锵有力的一只革命歌曲。统计拍拍。对。是好玩意。既然你讲我搿只歌哈嘛，你特地过得来听嘛？就是呀，唱拨你听。好，没，怎么了？啥声音？那娘个落雾嘞？哦，红白，不是红白，落雾嘞。要录音啊！要录音是一下就唱出口上了呀。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掌声鼓励，漂亮，唱歌。没，又怎么了？不是，你这歌呢没有特点歌，难弄动作引起一道我录像录音一气呵成，真是好玩。一，没去，哎，这个动作是要硬邦邦，喉咙硬邦邦，表情硬邦邦，经典。哦，真的。一，那不要烫太紧的，那过来点，来，好，一，二，开始。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毛泽东思想闪金光。啊！好，阿仔，好。谢谢呢，今天能解决是我的头问题。谢谢呢，老太太的问题也总算解决了。哎，没。上个赖太太的问题。哎，秦香儿是个阿婆。哎，
你到阿婆门我晓得过啊，你到阿婆门风太了，再困了床上走啊。哎呦，那晓得个呀，来到户的辰光嘛，山竹里个地方弄不清爽嘛，该是吃多了老困得上。哎哎哎，就像搬到新房子住，该吃不落了困不上，那么我想不通这样，条件好这样，环境也好这样，那么哪能会得吃不落困不上的呢？这哪会讲？后来把我寻上原因这样。哎哎每到吃饭辰光，了了到户的辰光嘛，该中国听得上红旗飘飘军号响。到至新的地方吃饭辰光，听不到红旗飘飘军号响，该不吃饭这样要饿死他这样，我是急来不得了。今朝只好上门来录音录像打回去，谢谢呢，再会。哎呦！想不得我这两双红旗飘飘，我有多美皮的工艺。是呀，李老虎啊，谢谢侬哦，我代表阿婆谢谢侬。没，谢谢侬。哎，啥个皮带？不是，你一来么就来，这一追么追追，这一录音就录音在，现在马上就要谢谢我。不是不是，没这个皮带。哎呀呀，哎，老虎，你老虎啥了？真的，该送的。从今再开始，每一天吃中饭之前，我勾搭你屋里，勾搭你到蒲太太的上门里，当子里的米唱红旗飘飘军啊响。真的？当然啊，别个闲话讲足了，每一天的中饭也得人多里吃个。还有句闲话，哦，我现在总算弄明白了，你们两个是真真吵吵几十年的关系人家了。对，虽然现在不住在一起了，但心在一起，情在一起。好，让我们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苏州，人间天堂，幸福起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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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江浙沪滑稽大会串就播送到这儿，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再见。